那样，怕给人家摁坏了的，摁坏了咋整？那天没跟说在那儿，我住了几天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呦妈呀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你好，这不李红吗？哎呦妈呀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你叫啥名啊？阿华。阿华，我没开美颜行吗？行，我不用美颜的，我是颜值主播。确实长得帅啊，确实帅。你是哪儿的人呢？贵州的。贵州的，那就是这附近呢。对，300多公里。大哥，这就是香港来的大傻哥。兜兜转转又到我们贵州了，兜了2个多月了，又到我们贵州了。贵州这边还挺凉快的。对，这里还好。我找个地方我去直播一会儿啊。直播。我找个地方直播一会儿。哎呦妈哟！哎呦妈哟！哎呦妈哟！这不好起来了吗？哎呦妈哟！我垫子呢？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哎呀妈呀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，哥哥姐姐？哎呀妈呀，帮我点点赞行吗，哥哥姐姐？你谢谢我大哥，我真开心，我这些大哥大姐一直都在，没有离开我，一直都陪着我，这么包容我，我老开心了，哥哥姐姐。我有的时候心态不好，被小黑粉一带节奏给我带的心态就不好了，哥哥姐姐。幸亏你们理解我，你们要不理解我就废了，你们都走了。你说谁？我不得饿肚子呀、啊！我不得又睡大街了。我这，咱就在这儿坐着，在这儿坐着可以吧？我是蒙古的，我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小伙，哥哥姐姐，好的。好的，姐姐，你先睡觉。好的，姐姐，你先睡觉啊，哥哥姐姐，困了就先睡觉。谢谢我仙女姐姐的点赞，我给你们，才27、29去，是吗？你，大哥，你比我消息要灵通啊！我看我这个地址，就是毕节这儿，我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就你已经发出来欢迎。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欢迎。大眼睛美女，欢迎大眼睛美女，你的消息比我还灵通，我是通辽的，通辽，内蒙古通辽的，我是内蒙古通辽的，欢迎大眼睛美女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，哥哥姐姐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谢谢，感谢大眼睛美女送的加油呀。安排，安排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！谢谢美女送的加油呀，感谢送的棒棒糖。我在有才 VIP 群里啊，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大哥，我大哥，祝大哥今时今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征府征财征长寿，寿山寿水寿长生。祝大哥吃不愁那个穿不愁，不住平房住高楼，天天潇洒，买卖如那长江水，生活如那井上花，大财小财发发发。祝我想念哥，多挣钱少生气，兜里装满人民币，坎坎坷坷小人生，栽栽愣愣都是坑，不是路不平啊，只是你不行。咱们才哥，还有什么了？还有这咱们那个啥，还有咱们郭德纲老师说的那句话怎么说的了？穷在闹市无人问，穷在闹市耍十把钢钩，勾不到亲人骨肉；富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，打不散无义宾朋。今大将军手中枪，翻江倒海挡不住饥寒难，那三个字，英雄至此未必英雄。郭德纲老师还说过那么一句话，都说这个游子空着行囊敢远走他乡，浪子身无分文不敢回到家乡。温水煮了将军梦，现实压垮了少年郎，哥哥姐姐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都说男人志在四方，哥哥姐姐，咱们要行走四方，趁着年轻，咱们走南闯北，不成功也能长见识。
谢谢哥哥姐姐的支持。我说半天我嗓子哑了，你们也听不清啊。我嗓子哑了，你们听不清，可能都。等我嗓子好了，我给你们好好给你们整几段词儿啊，都是我人生对人生的感悟，都是我对人生的感悟啊。哥哥姐姐。哎呀妈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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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我一路大哥送的为你闪耀。哎呀妈呀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谢谢我大哥，大哥祝你天天开心没烦恼。哥哥姐姐明天我祝你犯桃花吧。欢迎我小杨大哥，是欢迎我小杨杨大哥，欢迎我小杨大哥。对不起啊小杨大哥，我都不知道这是我那个大哥吧。你是我都不知道，你说你有一个号我给你拉黑了，我真对不起你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拉黑的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给你鞠躬了哦，对不起大哥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粉丝了，对不起啊，有的也不是黑粉，有的也不是黑粉，我拉黑的人很少的，我拉黑的人很少的，除非说的话很难听才会拉黑。哎呀妈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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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好起来了吗？这是谁？刺激到我大脑神经了。谢谢我爱江山更爱美人大姐，爱江山更爱美人。谢谢我大姐，我大姐给我送的龙抬头。谢谢我大姐送的礼物，我给你放个礼物。合资大陆一拍拍，唯有男神无有才。感谢我大姐送的礼物，谢谢我大姐，祝我大哥，祝我大姐天天开心，没烦恼。谢谢送的礼物，好的好的，哥哥姐姐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哥大姐们。我这两天感冒了，嗓子有一点哑了，嗓子有点哑了，哥哥姐姐，咱们有条件的，哎，帮我完成一下心愿单能行不？哥哥姐姐，咱们11:30了。还有多少个墨镜没完成？还差24个墨镜，应该可以完成。哥哥姐姐，一个墨镜我翻一个跟头行不行？哥哥姐姐，还差24个墨镜，咱们有条件的一人帮老弟众筹一个眼镜可以吗？哥哥姐姐，我谢谢你们了，我给你们翻跟头行不行？我给你们，哥哥姐姐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，有没有大哥大姐点个头的？打个头的，点个头。谢谢哥哥姐姐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哥哥姐姐了。一个墨镜，还差24个墨镜，咱们就完成心愿单。哥哥姐姐，哎呀，感谢谢谢我小杨哥送的大墨镜，我给你翻一个，谢谢我小杨哥。哎呀，要不要我翻呢？我不翻跟头也有吗？能帮我完成吗？哥哥姐姐，我不翻跟头，还有还差23个墨镜。就完成了，不用翻。那还差二十三个墨镜，哥哥姐姐，我给你们唱歌吧，我给你们唱歌行不行？我给你们唱歌，你们帮我完成一下心愿单行吗？哥哥姐姐，谢谢我小杨哥，我给你们唱歌。你们唱歌。还差23个墨镜，咱们心愿单就完成了。哥哥姐姐，我不翻跟头，也没人送我。哎呀妈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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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好起来了吗？这是谁？还差22个墨镜就完成心愿单。哥哥姐姐，谢谢我大姐送的墨镜，感谢我大姐，你这名字我不怎么认识啊，谢谢大姐。还差22个墨镜就完成了，哥哥姐姐，哎呀妈呀，感谢我萍姐，还差21个墨镜就完成了，哥哥姐姐，我给你翻，我给你唱歌吧，我给，还差21个墨镜，哥哥姐姐，我给你们唱一首《人生没有回头路》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我在这个世上，还差21个墨镜，哥哥姐姐，给你们唱一首《人生没有回头路》。不让唱歌，还没有过12点，是不是？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不能唱歌。翻跟头，
我给你们翻跟头，翻跟头总可以吧？哎呀，感谢我小杨哥，还差20个墨镜，心愿单就完成了。谢谢我小杨哥，我差不了多，我给你们翻跟头还不行吗？啊，我给你们翻跟头。哎呦妈呀，谢谢，这是谁呀？感谢我大姐，还差19个墨镜。咦，19个墨镜，谢谢，感谢我大姐，还差19个墨镜就完成了，哥哥姐姐。好的好的，强哥，好的，那我翻跟头可以吧？还差19个墨镜，哥哥姐姐，能不能帮我完成一个